好，上面我们说的一些大概就是，在夏季联赛中希望出现的整体性打法。今天因为第一次录，然后不是很熟悉，然后耽误了很长时间。明天我会稍微再准备一些三条线各条线的不同的处理球的方法，然后应该跑位情况之间的这个各条线之间协调情况。大家可以就今天内容在群里面展开讨论一下，然后有什么结果的话，我明天的视频中也会再做讲解。先这样，拜拜。